北部高头现在是啥州？桂花飞扬。是初次。初次是啥州吗？我晓得，我晓得，那个初次嘛，他都是在掌柜的时候许愿包国国王投江殉国。那个时候湖南还是属于楚地，老百姓都以屈大夫为荣。但是我觉得，哎呀，晓得了晓得了，端午节吃粽子嘛，紧到说只晓得吃。祠堂里除了有棺材，好好人啊，太欺负人了。我们八个人这里搬了七口棺材。哎，没得事，都是你的，没得人跟你抢。周老板，啥子？看看里头装的是啥子？不敢看。洗白的。打开。咱们蹲着，帮忙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！哎，我的，看看看，回去。回去，哎，你俩等等我嘛。还是个娃子哟，我们的人，该起吧。我记着，我记着，把钱放下。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打家劫舍着。哦，你的枪连保险都没打开，下哪个？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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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钱放下！放下！要不我打了他脑壳！放下！放下！娃娃，我猜你冒得了这本事。连长，连长，把钱都放下。哎呀，你莫搞了，你说他们把我绑在这个地方要做啥子哦？堂堂川军被几个老头困在这里，真是丢死下人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静观其变，静观其变嘛。哎，有鬼有鬼，老贝，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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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带钱私抢祠堂，真是不成体统。我们是西侧的川军，误入祠堂，多有冒犯，还望高抬贵手。全军早两年我见过很多千军，几万人马向东而去，没看见一个回来的。你们是逃兵吧？才是逃兵，我们要是怕死都不得抗日啊。不是逃兵，那跑到过锦乡避难干什么？听说日本人来了，大家都躲起来了。国里没得你们想要的东西。我们啥子都不要。老人家，这里面的兵是你们收的吧？举手之劳啊。早几天三小又不待在这里，日本人的飞机很早，怎不能让这些娃娃们抛尸荒野吧？都是爹是娘养的，只可惜我们年老体弱，
没办法让他们露头被案，只好放置在这子弹里啊。我替这些镇王的将士们谢谢你了，要是信得过我们，我们就帮到把他们都藏了，就算是将功补过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谢了。王队，来，你们全局怎么一个个都跟饿死鬼一样？当兵的不管饭？管饭，还发军饷。不管饱？管饱，就怕打起仗来啊，没得命吃喽。嗯，吃饱了啊，多吃。哎呀，老哥啊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我都憋了好几天了。看你个年纪也不细大，还吃改口饭呢、啊。老哥，我们连长说，当兵打仗是保家卫国，国家保住了，你这个村，你这个家才有太平日子，才有饭吃，有衣穿噻，有饮茶呀。对头。好啊。嗯，好盐哦。好啊，自个整的好。把丽姐给你的，快吃吧。替我谢谢他啊！吃完了放你们走，他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哎，走走，过瘾不？哎，太好了！吃饭。老婆啊，嗯，不光是我们四川人打鬼子，你们湖南人也打呀。不管是哪里人，只要打鬼子，就是好眼的，就是英雄。对头。知道那位老先生呢？你跟何先生啊，他有病在身，那病很害了旁边的人，所以他从来不去祠堂，也不许外人和他接触。啊，都弄好了，咋给他复命呢？不必了，他相信你们。有说，啊，这是何先生让我交给你的。他讲你能看懂里面的东西，就算彼此留个念想吧。啊，还有个几杆枪，先生让我也送给你们。我们个种田的，还是拿锄头伸手啊，要不得。都是麻子很，周老板要枪换炮了。谢谢你。带我去见何先生。你们来了！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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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。
鬼子来了，你快躲一躲。慌什么？浮躁之下，安有完乱？这个子弹绝不能让日本人践踏，玷污我奏县的英灵。就见之下，我被无言以对啊！先生，再不走就告不赢了。我牛儿拼了我这老命，要复仇你们徐城啊！朝无国兮，披兮甲；车出国兮，动兵劫。金碧日兮，地若云；四角锥兮，四正弦；宁与真兮，烈与寒；坐禅一兮，有人善；麦粮论兮，自司马；愿与夫兮，即命布；天时锥兮，为玲珑；饮杀尽兮，积怨也；屈不逾兮，万不犯；天元复兮，漏朝怨；待斩奸兮，谢秦公；受身逆兮，心不正；趁机用兮，忠肝强兮不可凌；生机死兮生一灵；自魂魄兮